这是睡吗？我刚把他哄睡着了。时候尚早，不如我们看个电影。这个特别好看，花 S 军团，五只狮子。啊？咱们两个坐在这儿，不会就是为了看动物吧？我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，你选一个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。思涵，小姨，小姨，怎么了，瑞瑞？瑞瑞，怎么了？做梦了是不是啊？小姨，妈妈在虎家，家里没人，爸爸妈妈都不见了。瑞瑞，那都是梦，啊，都是假的，醒来就好了啊。他们不要我了，对吗？爸爸妈妈怎么会不要瑞瑞呢？爸爸妈妈最爱的就是瑞瑞啦。是这样的，因为瑞瑞放假了，小姨和干爸呢都特别的想瑞瑞，妈妈就把你送过来陪我们啦。你骗人，他们觉得我是累赘，我是他们的累赘。不是这样的，小姨跟你说啊，这个呢就是一个梦，一个噩梦，我们醒来了什么都不是了，对不对？瑞瑞永远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小宝贝。累赘，累赘，你是个累赘，我们都是累赘，你知道吗？